好像拍了好多人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啊！我说70多吧，来走吧，超过80我就报销了。这是免选业的，什么怪东西啊？什么？酸菜疙瘩，酸菜疙瘩。最关键是小碗子。你是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好吃吗？啊，挺好吃的，我真的觉得好吃啊。就是。